中原党大比拼，两版辣妹团吸金，连锁超市比服务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辣妹在大跳波比舞呢？原来这个是量贩业者中元节的秘密武器。每年中元节，量贩除了拼低价，现在也搞新噱头。爱买推出了量贩独家、名字很讨喜的假波比饼干。假波比沙琪玛，假波比爆你发！拜托哎，专心一点看商品啦。波比辣妹预计在七月底中元节开档后，每个周末会在爱买各分店大力促销。当然当然，商品促销一定要报给大家知道的啦。今年因为塑化剂风暴影响了上半年度饮料的业绩，为了拉抬买气，三大量贩今年中元节可都在饮料区大打促销战。其中最受欢迎的整箱饮料，有较去年多出两成的品项，打出了一整箱百元有找的价格。除了量贩拼个你死我活，社区超市也就甘心的拿服务来吸引消费者。买太多怎么办？动动嘴就有人帮你啦。可以打包吗？全联社在人力许可下可以帮你打包好，甚至帮你提到停车场。在松青会员消费满1000块，在马昂订阅也会骑车帮你送到家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